欢迎又回到我们这个节目来。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，陆续的请到很多巨星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。那现在我们就请到了袁彪先生跟这个他的拍档罗福洛小 姐，欢迎两位，欢迎。谢谢。大家，我先访问罗福洛好不好？你他会听吗？他怎么不会听？他会讲呢，国语好得很。他叫 Cindy，听说你最近跟袁彪在拍一部戏是吧？是。你看，我真的会听啊！不相信？听说你会很多中国功夫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！讲的比艾迪都标准了。本来就是。我还要试试，我还要试试。哎，是。哎，Cindy，听说你有一个很好的中国男朋友，而且你们可能今年年底就要结婚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真的，我这么多话都听得懂啊。最后一个问题。怎么听说你那个结婚那个有一点问题，就是你本来就是男生是吧？是。老师告诉大家了，他是不大会讲国语，听不懂。刚刚他说你访问我不会讲就有问题啊，我说没关系了，反正你什么问题你就说是是就可以了。然后跳着来走过成功了。OK OK。怪不得刚才我问他的，就是真的会听。好，下一个。